是苹果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彤彤姐姐。Hello， 我是布丁姐姐。还有我们最可爱的猫猫。大家好，我是猫猫。欢迎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。就被别人撞了一下，结果手就受伤了。可是到底是谁撞得这么大力啊？哦，都是因为有人乱插队啦。我们昨天去买东西的时候，糖糖姐姐正准备要去结账，结果有人乱插队就插进来，就这样蹦一下撞到糖糖姐姐，糖糖姐姐就飞出去就被撞到了。对对对，那个人真是太过分啊！好痛啊！那小朋友，守秩序的人可以插队去买东西吗？不行。怎么样呢？没错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哦，插队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，而且还可能会让人家受伤哦。对呀，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守秩序、有规矩哦。那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排队，就是守规矩最好的方法了。好，那小朋友，以后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要先怎么样呢？好聪明哦！哇，小朋友都
家一起去看看今天的某某日记啦。某某日记，哟吼，七八九，哇，某某，你跳得好高哦！等一下就轮到我玩了哦。好啊，你排在我后面哦。十五。十六，他们在玩什么啊？哇，原来你们在荡秋千了，我也要一起玩。好啊。十九，二十，好了，换人玩。耶，换我了，换我了。哦，我好痛，好痛。哟，是我没有好好排队，害你受伤了。没关系啦，我没事。好，那我们打勾勾，以后玩游戏都要排队守秩序，大家一起轮流玩，好不好？好。玩游戏要排队，先来先玩不插队。找出正确的点心，只有形状正确的点心才能够放到餐盒里面哦。魔法拉巴机又会出什么奇怪的问题考大家呢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没错 ，bridge 就是桥哦。不管是木头做的桥、铁做的桥，或是我们平常走的路桥，都叫做 bridge。对，好棒哦！好，那刚刚呢，除了唱到 bridge 之外，还有唱到一个 falling down。falling down 是什么意思？小朋友知道吗？掉下来、垮下来的意思。在这里就是垮掉了， down 就是往下的意思，所以 falling down 就是往下来，对，往下垮掉下来咯。那现在小朋友都已经学会里面的单字了，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歌好不好？Momo, look, look.
小朋友都会了吗？三角形集合，三角形，三角形，三角形，长方形集合，长方形。形状啊，认识！哇，小朋友好厉害哦！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做餐盒的游戏，考考小朋友是不是都记得这些点心的形状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好，现在这里呢有一个空的餐盒，彤彤姐姐要请小朋友帮我找出正确的点心，只有形状正确的点心才能够放到餐盒里面哦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找的第一个点心是。这是什么形状啊？三角形。哇，小朋友好棒哦！那小朋友知道哪一个点心的形状是三角形的吗？三明治。答对了，就是三明治。嘿，第二个呢？我想一下，我们来找，这是什么形状啊？圆形。那小朋友知道哪一个点心的形状是圆形的吗？甜甜圈了，那第三个剩下的这是什么形状啊？长方形。那小朋友一定都知道长方形是哪一个点心了吧？第一个。大声点是什么？吐司。哇，答对了，那就是吐司。小朋友好厉害哦，一下就帮我们找到空餐盒里面的点心喽。等一下，还有最精彩的魔法拉霸机，千万不要走开哦！我的成长记录簿。毛线画要准备的材料有毛线、固定用的白胶、纸卡以及色笔。要陪我用毛线画画哦，爱心窗帘啊，我要画爱心窗帘。可是毛线要怎么画呢？这个妈妈说，先用笔把边边画出来，再选自己喜欢的毛线颜色，用黏黏的白胶把毛线黏起来。好黏呢，还好妈妈陪我一起黏。彩色笔涂一涂，耶，快要大功告成喽！爱心窗帘完成了，谢谢妈咪，谢谢齐芳。魔法拉板机，耶！哇，小朋友，今天我们学会了要守秩序、有礼貌，而且也认识了很多的形状。不知道今天出的问题会不会跟今天学的有关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哦。拉板机考考你，睁大眼睛看仔细。哇，哎，这张图片里面好像是一辆脚踏车哎。但是这台脚踏车有些形状看起来有点怪怪的耶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来看看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小朋友你们也看看哦，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轮子。苹果姐姐，轮子是圆形的对不对？啊，那小朋友也觉得轮子应该是圆形的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答对哦。答案到底是什么？拉霸机来告诉你。锵锵！哇，我答对了，答案就是轮子。轮子应该是圆形的，而不是三角形的哦。苹果姐姐，我答对了。啊，小朋友是不是也跟布丁姐姐一样答对了呢？现在聪明的你，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跳再见歌。
送我，天空都变暗了，我挥挥手。